迪士尼经典动画《小美人鱼》即将推出真人版电影，由绯女星海莉贝利主演。该片从选角到预告释出，一直都是网友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。其中备受争议的就是黑皮肤女主角海莉贝利，与原作中的人鱼公主艾丽儿外表差距非常大，也令她不断被网友谩骂攻击。不过近期一组演员群的照片曝光后，似乎扭转了网友们对于该片的负面看法。从流出的照片中可以看见，多位裸着上半身、露出金石胸肌腹肌的男演员自信地拍下了合照，贴文中还标注了电影的账号，似乎就是片中饰演美男鱼的演员合照。网友们纷纷笑称海底有这么养眼的美男鱼，不理解艾丽儿为什么要上岸，小美人鱼应该要拿声音换视力，而不是换双腿吧。Bye.